为了拍美照，我想要避开人多，就特别挑了一个私房景点——植物海滩。它是这么有植物吗？它其实夏天是绿的，但是我是冬天去的。你们两个都不会先事先做功课吗？所以刚刚那个就完全没拍出来那个意义。对，因为它不在季节里。就像金针花，你没有八到十月去，你就没了。比如说你一二月去，就是哎，都是丘陵地而已。可是有那么蠢的人吗？哦，有哎。今晚10点，东森综合台，小姐不惜地。